第二个联络排水沟，因为长期受到杂物塌掉的影响排水，时常发生水淹农田，造成附近农民的农作物甲权益损失。议员赖清美早起邀集县府水资处、公所建设科甲水利会等单位共同会勘，但是因为各单位互相推卸责任，将由水资处厘清责任归属了后恢复办理。所以即卖拢爱家己爱清哦。那家清啊，无让我多。啊，咱做事你做地，你若有水，你就袂啊袂做哩啊。像咱有些啊，地啊，甲干顶啊，拢帮你。我这边拢帮你嘞吼。哎呀，这条阮是阮去请公所来，咱公所来控。高龄81岁土豆伯，因为唔敢家己的农田长期浸入咧水内，常常家己一个人跳到有一个人亲的涵港落去清垃圾。即马交换边拢是伊家己完成的垃圾，但是沟底也是有足侪烂瓜梅甲杂草。看到农民关系受损，议员赖清美早起邀集县府水资处、水利会甲公所等等单位会勘，但每一个单位拢讲无属于家己管，互相推卸责任，予议员直接要求主管机关出面解决。咱这条吼是咱中围甲中寮的排水啦吼，啊，咱看会到的吼，农民吼拄着落雨天的时啊，啊，都爱家己伫遮来清。啊，你看咧边的田吼，拢去予迄水吼，拢给淹没，污水拢给淹没。啊，咱现在讲这条沟，不管是水利的也好，还是公所也好，还是管护的水资处也好，咱今日联络因三个单位来遮会勘吼，厘清责任，看这是虾米人的。如果是虾米人的单位爱负责的，拜托因吼，真正爱共清好，较袂去影响到咱的农民的耕作以外，啊嘛影响到讲咱这小偷吼，水沟未小偷吼，影响到因的田垦拢去予伊淹没着，所以讲拜托因吼，厘清好了啦，紧来甲因做啊好势。我相信咱的农民也好，啊甚至因的人拢感谢因各单位。中二哥下开联络到河尾中卫里甲中寮里交界处的排水沟，毋那是两里交界处自河排水的重要水沟，更是二哥甲联络到排水的重要涵港。因此，除了水利会、管府甲公所以外，中央公路局甲高工局等单位是毋是嘛应该负起责任，早日让农民免阁受淹水的困扰？新中华新闻江代锦何必采访报道。